没有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的话，你的屁股也会一起长痔疮。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有58万人不会长痔疮了，其他人全部都会长痔疮。如果没有订阅的话呢，你不只会得痔疮，而且呢在头上一样也会冒出一个痔疮。在屁眼得到痔疮之外呢，你的双眼通通都会长针眼，也长痔疮。现在已经有58万人，快要59万人没有长痔疮了，其他人目前痔疮想必也是蛮痛的吧。没有订阅的话，你要搭的飞机会被取消，捷运会故障，公车会停驶，火车也会误点。最后这个应该是不用我们诅咒，它应该就会成真了。漏订阅漏追踪的人，你会买不到口罩，并且气到上网骂狗官。Goodbye, good night for now。漏订阅漏追踪的人，你的私房口袋餐厅就会得到米其林三星，让你再也吃不到。没有订阅本频道，那么你在接下来的3个月当中，晚上睡觉的时候都会梦见他用灵动的双眼盯着你看。漏订阅漏追踪的人，你喜欢的各种动画都会惨遭真人化，而且会比花木兰还难看。漏订阅漏追踪的人，你的鞋子里面恐怕就会有蟑螂出现，而且还会下蛋。漏订阅漏追踪的人可能就会在坐高铁的时候遇到婴儿狂哭，后面座位的人甚至还会赤脚跨到你的椅子上面，甚至有人前一个人可能还会不小心尿尿尿在椅子上面，让你没有发现就坐下去了，你的屁股将会全湿。漏订阅漏追踪的人，你在这个点到收到外送餐点的时候，就会发现里面多了一条抹布，让你顺便进行肠胃的清洁。漏订阅漏追踪的人呢，我们就诅咒你素颜出门就会被以为是装扮成参加万圣节。漏订阅漏追踪的人呢，跟心仪的人吃牛肉面时，面条就会从鼻孔里跑出来，而且还会发生2次，双管齐下哦。漏订阅漏追踪的人，自己还有子孙的后代呢，鸡鸡都会变成小鸡鸡，女生则会长鸡鸡，男生会没有鸡鸡，而且会飞走。没有订阅本频道，你年终奖金呢，就会在信封打开来之后呢，发现只看到从缺、空缺这两个字。过年红包袋里头也只会写着明谢惠顾的纸条。漏订阅漏追踪的人，你一直很想去的那个音乐季门票就会在1分钟内被抢光光，导致你连一张都买不到。漏订阅漏追踪的人就会被果蝇瞧得起，成群结队搬来跟你一起住。漏订阅漏追踪的观众朋友，本集将不给予诅咒，而是送上满满满满满满的祝福。你将会被帅惨的韩系欧巴 Mr. Han 拜访，此刻他正在敲你房间的门。 Go go go。 漏订阅漏追踪的观众朋友会怎么样呢？要特别小心，一定要特别小心，因为呢你将会吃到斋包大叔亲身制作，吃得到生产者汗水的原味泡菜。那么漏订阅漏追踪的观众朋友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啊，你可能就会在疫情解封之后怎么样也买不到前往日本的机票以及船票。漏订阅漏追踪的观众朋友，你的餐点外送就会在放置于大门口时有蟑螂跑进去。漏订阅漏追踪的观众朋友特别小心，接下来你就会不小心吃到三色豆、榴莲、海参、香菜、茄子、苦瓜、秋葵、青椒、杏仁茶、虾米皮蛋、披萨。漏订阅漏追踪的观众朋友，你就会在中秋节的时候收到中元节的礼物。漏订阅漏追踪的观众朋友就会在员工旅游或者是毕业旅行的早晨睡过头，错过游览车或者是飞机。漏订阅漏追踪的观众朋友，洗头洗到一半会没水，走出浴室要查看的时候呢，还会瞬间停电，就像是昨天的林口。漏订阅漏追踪的观众朋友，你在吃尾牙的时候呢，就会抽到最烂的奖，或者是全部都抽不到，全部都共估。漏订阅漏追踪的观众朋友，你的浴巾呢就会被长病毒疣的亲友拿去擦脚。漏订阅漏追踪的观众朋友，这辈子接下来每次插 USB-C 或 USB 孔或是 HDMI 线都要插3次以上才会成功的连接上。漏订阅漏追踪的观众朋友，你就会在以为能够放气音屁的时候放出声音超大声的响屁，周遭所有人还会盯着你看。漏订阅漏追踪的观众朋友，你就会在搭乘任何交通工具的时候疯狂闻到旁边乘客的脚臭味。漏订阅漏追踪的观众朋友，你的内裤和袜子就会被荔枝春象下满新鲜的卵，而且等你穿上之后才会发现。漏订阅漏追踪的观众朋友，你就会被迫当众朗读自己10年前的心得贴文。没有订阅本频道，你的房间的灯呢就会在深夜的时候不停地闪烁。
明明不住一楼，窗户外面却传来猛烈的敲击声。漏订阅、漏追踪的人，你订的外送就会在你进入送进购物车的前一刻不提供外送服务，之后订单就会被取消。漏订阅、漏追踪的人，下辈子就会投胎到大陆沦陷重灾区。如果不幸还没有订阅就离开人世，那我们也只能够祝您下辈子活短一点。刚才没有起立的人，你就会抢不到接下来出国潮的机票和住宿。你的亲朋好友，就连爸妈都已经在出国疯狂打卡，你只能留在台湾帮他们的照片点赞。漏订阅、漏追踪的观众朋友，从现在开始，每一期的发票都会全数共估，或是中了才发现找不到，直奔发票。漏订阅、漏按赞的观众朋友，您的手机就会像狒狒一样离家出走。漏订阅、漏按赞的观众朋友，特别小心的，可能就会在别人都买得到鸡蛋的时候呢，就你自己买不到任何蛋，就连去麦当劳和早餐店都没办法加蛋。漏订阅、漏追踪的观众朋友，您在深蹲的时候就会裤子爆开，还必须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回家。漏订阅、漏追踪的观众朋友要特别小心，你可能就会像阿弟一样，穿着新鞋走在路上，就踩到松掉的地砖，脏水喷上来，毁掉第一次穿出去的新鞋子。漏订阅、漏追踪的观众朋友，你之后在使用每一次飞航的无人机呢，就会跟摄图日记八囧的无人机一样，飞出去不到五分钟就直接坠入海底。漏订阅、漏追踪的观众朋友，你在圣诞节的交换礼物呢，就会拿到王力宏的 CD。漏订阅、漏按赞的观众朋友，这个很有可能呢，恭喜你，你出去玩的照片就会从李多惠被拍成女神高洪安。漏订阅、漏追踪的观众朋友，住的地方呢就会被政府无偿送给你的仇人，然后呢把你给赶走。漏订阅、漏追踪的观众朋友，你讨厌的人就会因为沦陷区封城而成功逃回台湾。我们再会。那么如果我没有订阅的话呢，洗完澡就会发现要穿的内裤全部都还在洗，所以只好决定干脆全部都不要穿，这样会像子健一样凉凉的。你到最后一刻还要继续脱稿演出是吧？啊，就会像演肉芽一样凉凉的。他每天都没穿内裤，您说是不是特别恶呢？你每天都没穿内裤吧？你，我们在配。你没穿内裤吧？我有穿啊。你有穿？你要怎么证明你有穿？